心血生情啊，应该是他。那找给谁？如果没有什么治疗办法，那我们只能关注他的情况。夫人好，许涵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警车呢？你为什么没有跟着他？他是出事儿了怎么办？傅锦川，你在哪儿？夫人，别喊了，大老远就听见你在那边喊。那我把你老公完整无缺的带回来了。我这不是怕你们照顾不好他吗？哦，对了，哥，你们刚刚聊什么了呀？为什么连许涵都不带？我刚才带沈医生出去转转，他说多种点绿植对孕妇身体好。哎，对对对，就这么回事。奇奇怪怪的。啊，对了，哥，明天爷爷叫我去公司，你送我吧。嗯。